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佩奇回来了。妈妈，我这次没有考好，只考了99分。那一道题因为粗心，所以被扣分了。啊，没事的，佩奇，下次再认真一点，肯定能考100分的。别伤心了，妈妈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也回来了。妈妈，快看，我这次考了100分，比姐姐考的还好。哦，乔治，你这么厉害。竟然考了100分，妈妈有什么奖励？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大包子。可是乔治，你明明……姐姐，你别说了。有什么不能告诉妈妈的？难道你的分数不是真的？不是的，妈妈。乔治，做人一定要诚实，就算你考10分，妈妈也不会怪你的，只要尽力就好。说，后面的那个零是不是你加的？不是，妈妈，其实前面的这个10是我加的。啊，不是吧，乔治，你考了0分呀？